有冇谂过几十万就可以喺深圳买到楼，而且仲要有交通、有配套、有人气？等我笋盘王 Andy 介绍几个笋盘俾你啦。超人气楼盘京基100地标品牌，位于深圳最低水区域之一龙岗，深圳地铁14号线快速贯穿罗湖福田 CBD， 8站罗湖9站福田，总价最便宜63万起，绝对是平进深圳。位于深圳北高铁站，港人挚爱兼人气爆灯的 Costco、 三毛、一方天地和八号仓通通都在你屋企附近，还可以极速回香港和畅游整个神州大地，首期36万起就可以买到咁精彩配套的物业了。位于海天一色的盐田，海鲜街、大小梅沙旅游资源极之丰富，邻近莲塘口岸，轻轻松松坐地铁就可以回到香港，而家首期不用50万就可以买到一间大大件的复式单位了。环宇信盘深圳免费睇楼团天天出发，无论一手定二手，我哋都会私人定制最啱你嘅行程，助你轻松置业大湾区，包你无后顾之忧。我哋专车接送，同埋快啲打电话俾我哋报名啦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环宇信盘 Andy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平姐。阿平姐，系今日又嚟大中华嘅。系啦，今日咧我哋桂大中华拍一个一法厅系低露台嘅，而且咧系即系明火煮食嘅。啊，有露台，系又可以明火。系，因为咧呢一套嘅话咧，我哋一直以嚟啊，我哋系未拍过嘅，因为卖得好好。咁咧，发展商咧就话依家已经空咗一套出嚟噶啦，所以嗱嗱声过嚟拍。哦，真系值得推介嘅。系啦。好，咁我哋上去之前睇个景先啦。好。几鬼靓噶嘛？今日咧出边咧30度嘅天啊！咁其实同阿点止30度啊，30几啦。讲一讲啦，前面咧就火车站啦，系咪？吓，刘军口啦。咁其实咧买大中华嘅朋友仔咧，其实咧系好幸福嘅。直情即系咁样嘅热嘅天咧，就唔需要话行地面嘅。咁未来嘅话咧，下边呢个商场 C99开张咗之后咧，下边地铁站咧就有一条直通嘅。即直通到关口嗰度隧道落行出嚟噶啦，即系一出关就行下边，跟住直接嚟到我哋呢个大中华，就唔需要担心日晒雨淋啦。系啦，直情就唔需要过咁样嘅天气喺路面行噶啦。嗯，系咪好幸福啊？系啦，同埋嚟紧关口都重建啦。系啊，咁啊会再靓啲。嗯，嗱，火车站跟住香格里拉。系啦，如果你话行地面嘅话咧，火车站一路行。咁咧，香格里拉门口呢一度咧，过一个斑马线咧，就系、是、到我哋屋企噶啦吓。嗯，非常之方便嘅。好啦，呢啲太过熟悉啦，唔好等啦，直接上楼啦，好嘛？事不宜迟。好。吓、啊。OK。嗱，玲姐，咁而家我哋上到嚟呢个单位啦，呢一层系几多楼啊？36楼。36楼啊？系。咁系商务公寓嚟噶咯？冇错。唔系商办啊？系。6楼咧到18楼咧就系、是、商办公寓嚟嘅。嗯，复式嗰啲啦，复式嗰啲4米2层高嗰种噶啦。而家我哋高层就系平层，系啦，即系商务公寓。19楼以上都系平层嚟嘅。嗯，吓、啊，咁今日我哋睇呢一套咧系72峰嘅，咁佢咧系有露台噶吓，同埋可以明火煮食噶。亦有露台，系，亦都可以明火煮食。系啦，冇错。之前真系冇拍过喎。嗯，因为细式嘅话咧，基本上佢系米细嘅。咁今日咧，发展商咧同我哋讲话，这个有露台嘅冇噶啦，就得最后拉屎一套。拉屎一间。系啦。哦，咁啊，事不宜迟啦，快啲入嚟睇啦。好。呢一套咧就係72峰噶嚇，咁咧佢你可以做一房啦，又可以做两房咧。因为咧我见到好多业主买翻嚟呢只积啊，佢系做两房，而且咧佢举咗之后咧，你又觉得 OK 喎、啊、因为咧佢有72峰，其实咧呢个积噶啦，系两房系完全系冇问题嘅。哦，完全够啦。系，咁我哋呢间发展商卖嘅咧就系无梯房嚟吓，右手边左手边呢个位咧，你到时可以整一排鞋柜啦。吓、啊，都系贵啦，可以做到顶上去都冇问题嘅。咁右手边呢度咧就系、是、一个厨房嚟嘅，自己拣翻啦。系自己拣翻啦，反正无批嘅，你想点整就点整啦。嗯。吓、啊，咁你可以褪后啲。呢、这个位咧就系、是、一个客厅、饭厅同埋客厅就连住嘅喺度噶啦。哇，都唔细喎。系，咁你企嗰个位咧就可以。如果你话想大气啲嘅话咧，你做一间房，做一房一厅就大气好多。咁做两房嘅话咧，完全系冇问题嘅。嗰、那个呢、这个虚根嘅话咧，都完全足够噶啦。嗯，个楼底有几高啊？楼底个位咧系3米4嘅。嗯，比正常嗰啲住宅高。系啦，冇错。咁厅呢个位嘅话咧，都已经有去到3米4嘅。嗯，厅嗰度就自己拣啦。系自己拣啦。好，我哋出去个露台睇睇啊。O K， 呢个露台嘅话咧，就真系非常之好有噶啦吓。咁都唔细喎，系大嘅，都够长喎。系啦。嗯，咁有啲业主嘅位咧，佢系唔想要呢个露台嘅位咧，咁佢可以将呢一个门咧，直接可以封窗噶，你可以唔要呢道门，哦，吓、啊、封起嚟咯，咁变成你个厅咪大啲咯。
咁啊系，有啲内地人咧，咁中意咁样做嘅。系，睇下嗰个景先，系咪好靓咧？其实咧，呢个景咧，如果喺你可以睇下右手边呢个位吓，咁会见到啲山啊，见到啲田地啦，系咪？望翻南山嗰幅方向咯。系，咁福田南山个方向。系啦，福田嗰、那个嗰边嗰啲楼盘咧，依家有几个楼盘喺度卖紧咧，都系睇到咁样嘅景噶啦。咁嗰啲已经去到十万蚊一方啦。嗱，关口嗰几个啦，上次我哋睇过，最平都八九万啦。系啊，中州啊、城控啊呢啲都系差唔多要十万蚊起噶啦。呢度系向南啊？系向南嘅。咁对面呢一栋咧，就系、是、我哋大中华佢嗰个酒店嚟噶，即系嗰个万豪酒店啊。嗯。系啦，吓咁万豪酒店上最上边咧有个直升飞机个可以停喺度噶吓。嗯。如果下次你翻你屋企嘅话咧，你可以。坐直升飛機嚟的、哦、好啊，麻煩你幫我準備啊。哦，見到哇，呢啲景真係靚啊！嗱，呢邊就香港啦，即係山後面嗰啲，係啊，北區嚟噶啦嗰度。嗯，無敵景啊！呢個亦都有河景、山景、河景。係，即係未來都唔細啊！啲風係啦，未來二三十年嘅位咧，呢啲景色就係咁噶啦，可能仲更加靚啲。關口改建咗之後仲靚，你睇我啲頭髮，啲風啊，呼呼聲係咪？系啊，小心啲啊！好凉爽啊，喺呢度。嗯，因为咧高层啊，所以咧你见到啲景色咧真系非常之靓噶。嗯嗯，好，咁我哋睇下呢一个房间先吓。咁房间呢一个落地窗咧，景色都系非常之靓噶吓，系咪一样嘅同露台嗰个景？系啦，都系望翻山啦，嗯，河啦，系，同埋对面酒店啦，系啦，同埋关口嗰边啦。嗯，咁呢间房咧非常之 OK 啦。床头咧，你可以摆得喺度噶。朝早一起身咧，打开个窗帘，哇，望到啲山，几舒服，系嘛？啊，咁有啲业主咧，佢系租咗两房，咁可以喺度咧，通多呢边通多一间房都冇问题。中间呢个位啦，系嘛？系啦，又或者你个洗手间咧，嗰、那个门咧，你可以改喺呢边都 OK 噶，是但你改下，因为咧呢啲咧唔系主床嚟噶，你直情可以 book 咗佢噶吓。嗯。洗手间咧就够大噶，公室分离做咗冇问题噶吓，完全冇问题，系咪？都几大吓。系，冇错。嗯。好啦，咁呢间咩价？依家发展商做特价吓，398万。398万。系啦。我之前好似四字头噶喎。之前啊，之前佢呢单位系卖到460万度。系啊，之前我哋带个客过嚟睇啦。系。佢开你460噶喎。系啊。而家398万啊。系啦。平咗好多喎。嗯，冇，唔系好耐之前嘅事嚟嘅啫噃。平六十几万啦。系咯，哇！佢拉屎一间，反而佢减价。系，因为咧呢一个咧，其实已经系之前有人定咗嘅，只不过嗰个客咧，佢真信咧就即系银行批唔到，所以咧依家发展商咧就重新放出嚟噶啦。哦，即系客定嘅问题。系。啊，就塌咗，跟住而家就攞翻出嚟买重修，所以就可以平少少啦。系，因为咧我哋最近咪有好多朋友仔咧就话，我又想要露台。咁我又想要還明火煮食嘅，因為公寓嘅位咧有啲唔係明火煮食啊嘛。係咯。咁呢一套咧就真係明火煮食嘅嚇 ，OK 噶、嗯。如果真係住家嘅話咧，都可以過嚟睇睇咯。係呢間住嘅話咧，就一流嘅。係。即係好即係住家 feel 嘅呢間係。係，即係好似同住宅係冇咩分別㗎嚇。係啦，同埋有個露台啦。嚇，同埋咁好嘅樓層啦，啲景色咁靚啦嚇。如果有朋友仔咧中意嘅話咧，嗱嗱先過嚟睇啦，好嗎？係，打俾我哋啊！係，打俾我哋啊！好，下集见，拜拜。拜拜。